iPhone 拥有各种应用程序，有应用程序为你做金钱预算，有应用程序为你做金钱投资，有的用来学习一段新和弦，有的用来学习一门新语言。 Qu'est-ce que vous conseillez? 有应用程序专为鸟类爱好者准备，甚至天文爱好者。对，有超过8万个应用程序几乎能做任何事情，只在 iPhone。